就觉得有点失望。你刚刚发现我不对了、欸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要失望了，因为你在演唱会的时候，我们在后面 stand by 很久哎、欸。对不起，后面有点太久，还不能被你发现。太久了。现在几点？超时了啊！这边没关系啊。你家开的是不是？没有，这边因为你早唱啊，没事啊，七点就有问题了。耗子，你有没有想唱歌？我什么？哎、欸，要不要唱歌？你要不要唱歌？我唱什么歌？随便。不是，我们不要把时间弄那么晚。我们明天第一班高铁。啊，对。我是来提醒你，明天一定要可不可以出两个品相就好了。好，等下不行，不要在这里讨论好不好？我们等下视讯去。店长，尊重店长。哦。阿木，你欣赏一下你的蛋糕，你的蛋糕超酷。超级可爱。这是谁做的？一个。哎，你一定要觉得这个帮你做的很丑，对不对？这个是谁？发胖的你。这是我吃的哦哦哦，谢谢，都没有一个太像啊。这个功能比较像康哥吧？康哥，我没有想到你会来哎。啊，我一定会来的、啊，不来怎么办？不被骂死。这不是你做的吧？还是莎莎做的？不是，你有啦，花钱做的，哦、而且这是假的，这就是是真的。真的什么意思、欸？你怎么会认为蛋糕是假的？你还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想法？因为我想说它就是一个塑胶片这样子。翻它。Sorry。来了吗？要切是不是？还是要切？今天一定不止我一个人在今天。你是不是要为大家许个愿望？好，你等一下好不好？好，因为不好意思啊，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完成，因为我们还有一位神秘嘉宾。还有谁啊？等一下，因为明天早上很早的车啊、哦，一直想收工，对，再进行下去，明天可能会迟到。对了，我们真的要真心的劝你，可以唱完早点回家休息。他还要庆功宴，好啊，对啊。但是老实说，你们来我真的非常感动，因为虽然我们第一次合作，但我们相处得很愉快。其实我今天也有邀佑廷来。哦，他有他在吗？他可能在又又又，对，但是认识大家，从我觉得从康哥、浩哥开始，他们跟我想象中的完全是不一样的人。康哥是一个非常温暖的狮子座，然后很愿意让我们这些后辈在旁边发挥自己的想法，所以能够有成功的营业中有很大的功劳，都是因为康哥，谢谢。谢谢。再来是这位。加重大直男，你现在注意一点，他现在多了两个字，什么？国小直男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非常幼稚。但是，你说你要反驳？没事，你眼眶泛泪，我不要再反驳他了。但是因为他要哭了，没有，他是老人哈伊，对啦，刘木有，对，老白一，但是跟。那个元浩相处之后发现，他只要把你当作自己人的时候，他会为你两肋插刀，这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友情。所以在这个节目当中，我也认识了不同的友情，然后我还蛮爱他的。